加油，都到我宿舍楼下了，离你学校宿舍很近了。我都这样了，就不能让我去你宿舍休息一下吗？那好吧。 谁这么讨厌啊？这个时候来电话，完了，看温染这个脸色，估计不是什么好事。不会是要走吧？好吧，我有点事儿，得先走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。 别呀，录完猫再走啊！我家猫还等着呢。我下次再来看，好不好？嗯。先走了啊。哎，这是林雅吗？ 谁啊？偷偷摸摸的干嘛呢？你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刚才看到。没事，你敲什么门啊？哎，啊！你没事吧？这……我没事。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平时挺小心的，怎么今天这么莽撞啊？关门的时候可是要小心点的。那还不是因为刚刚看到你。啊？你看到我什么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走吧。哎，不行，今天必须说清楚，你怎么了？ 那你先告诉我，你刚刚干嘛去了？嗯？